哇，漂亮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又靠了。今天烤这个脆皮五花肉啊，就像别人说网红肉。现在把买回来的五花肉先腌制，腌制之后把它挂起来，挂起来，晾凉，看看会不会成功。大家说会不会成功啊？这是亮辣辣的五花肉，带软骨的。首先我们把这些调好料，调好这个料的，放在上面去腌制一下，把它搓均匀。腌了之后就放风扇吹干。那我们呢？现在呢，把猪肉挂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首先把猪毛就刮一下，这样子把它先刮干净这些残留的材料。刮干净之后呢，我们就上脆皮水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上爆皮水啊，重新杀一次。快快五花肉的是亮辣辣的，快快的是亮辣辣。大山出品必须精品啊，保持亮辣辣。那搞这单工厂呢，非常啊，只要昨天搞到现在，你看昨天呢，就是把上了脆皮水，然后呢，我们用风扇吹干，现在才可以进烤箱啊，看看有没有翻车。希望一处成功啊！大家拭目以待。那我们现在开始烤了啊！首先放150度烤15分钟。非常方便，有这台东西。那现在已经烤了20分钟了。那个窑滴滴响，看到没有？飘窑了啊，看到了。哇，漂亮啊！看到没有？滴滴响。这声音漂亮，算成功了，第一次做就有这种效果，不错。来，我们看看啊，第一次烤，票就不是很漂亮的了啊，但是呢，也可以啊，大家看看啊，爆到这样子，啊，这个很漂亮的，是属于啊。来，我现场尝试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到底脆不脆？听声音，脆不脆啊？自己烤的，很脆，很香，就稍微咸了一点点。好了，喜欢大山视频，请点个关注、收藏、转发、点赞。想不想吃？想吃，来这里我请你们吃啊、哦！